2024年1月15日，星期一，农历12月初5，每日资讯简报。加拿大新闻：一，通过气候行动激励金，政府宣布1月15日起，80%家庭将获得气候行动补助金，旨在帮助个人和家庭抵消联邦污染定价的成本。二，阿尔伯塔省的某机场气温骤降至-64摄氏度，成为全球最冷 TOP10 之一。育空地区的 Watson Lake 更是达到-48摄氏度，体感温度更低至-57摄氏度。三，安大略省酒厂纷纷建议政府尽快减轻赋税，否则将面临倒闭危机。财政部长 Peter 承诺将审查酒精支持计划税收和费用，以挽救酒业。四，多伦多监狱的恶劣条件导致至少24名罪犯在过去一年中减轻刑期。封锁、虫害和其他严酷待遇引起关注，监狱改革亟待加强。五，安省一些 Service Ontario 中心将关闭。这一变化由公共和商业服务部长 Todd McCarthy 的新闻秘书 Doug Bollingham 确认，具体关闭数量和新中心设立地点未透露。中国新闻：一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消息称，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，尤其是 JN1 变异株，有较大概率将发展成为我国优势流行株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醒南北互跨旅游的游客要格外注意健康防护，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感染风险。二，国家公务员局公布了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分数线，针对今年考试的人员将组织公开调剂，后续还将针对出现人员空缺的职位面向社会进行统一补充录用。三，据可靠消息，国内油价可能在17日晚迎来2024年首次下调，预计降幅为0.05元升负0.06元升，这将为广大车主带来一定的经济减负，也与国际油价走势有关。四，深圳一家知名药企的意大利子公司遭受电信诈骗，损失金额高达9000万元以上，或将对公司年度财报产生一定影响。专家指出，企业需加强网络安全意识，预防此类经济犯罪的发生。五，杭州市区的548户居民自发组织共同出资5亿元成功重建小区，改建成为配备电梯的现代洋房，每户居民投入90万元。该举措在社区中引起广泛关注，被认为是一项值得推广的社区建设模式。六，河南省一位资深中医师以其深厚的医学造诣和卓越的医术，在云台山义诊中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就诊，形成排队现象。该举措既展现了老中医的医术精湛，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医学服务。七，河南一家医院通过横幅宣称生小孩免费，但此举引发了网友的质疑。医院回应称，虽然免费，但需要患者具备合作医疗资格，这一说法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争议。八，河南平顶山煤矿事故最新消息，事故已导致13人遇难，3人失联，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，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救援，并对事故原因展开彻底调查。九，深圳地区著名的早教第一股美吉姆宣布停业，导致家长们关切剩余课时费的问题。该事件引起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对于早教行业的规范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。国际新闻：一，美国及日本分别对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表示祝贺，引发了外交波澜。中方已向两国提出交涉，强调维护国家主权，事态或对中美、中日关系产生影响。二，松下工业承认数十年来存在数据造假，涉及全球约400家客户。尽管公司产品不受停产影响，但失信行为或影响其声誉和未来业务。
三、泰国为吸引外籍学习泰拳者推出90天特殊签证，而马尔代夫总统要求印度军事人员在3月15日前撤离，成为地区关注焦点。四、秘鲁法医揭示去年曝光的外星人遗体实为人工合成的人偶，这一发现或将揭示外星生命谜团，引发科技与社会欺诈关注。五、美国全境恶劣天气导致1000架次航班取消，引发交通混乱，政府和救援机构紧急应对，民众受到广泛影响。六、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宣布不参与美英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，美方承认限制胡塞武装进攻能力，国际社会持续关注。接下来是今天的深度解读。一、2024年即将到来，对于加拿大纳税人而言，新的一年似乎注定是税收负担的一年。据加拿大英文媒体报道，特鲁多政府将在2024年上调多项税收，直接冲击加拿大人的钱包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。明年涉及加拿大纳税人的工资税、碳税和酒精税都将上涨。随着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PP 和就业保险 EI 的缴款强制性上涨，工资税将成为其中之一。以年收入73200元以上的人为例，到2024年将额外支付347元的工资税，使得总税额达到5104元。此外，联邦政府还引入一项名为 CPP2 的新税，即退休金计划的 2.0 版本。相较于初始的 CPP2 对额外收入征收 4% 的税，将征税收入上限提高至73200元。除了工资税，碳税也将上涨。2024年的碳税将导致汽油、柴油和家用取暖燃料的价格上涨。即使考虑到碳税退税，普通家庭到2024年仍需支付高达$911的碳税。此外，特鲁多政府计划征收数字服务税，针对社交媒体平台、运营数字市场的公司以及通过在线广告获取收入的企业，包括亚马逊、谷歌、Facebook、优步和 Airbnb。 酒精税也将成为被提高的税种，预计将使纳税人额外支付近1亿元。尽管已经占据啤酒价格的 50%、 葡萄酒价格的 65% 和烈酒价格的 75% 以上，政府仍决定上调酒精税，额外收取 4.7% 的税。面对这一系列税收上涨，不少人对特鲁多政府的做法表达了不满。一些人指责特鲁多政府过于专注榨取加拿大人的财富，而其他一些国家却正在提供经济救济。在这个紧张的税收环境下，各省纷纷出台减税措施以缓解居民负担。曼尼托巴省暂停燃油税，安省政府的汽油税减免政策将为一些家庭节省$185。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政府降低了汽油税，阿尔伯塔省政府承诺削减个人所得税，魁北克省降低了收入税率。然而，即便没有税收上涨，加拿大人的生活也面临一系列挑战。调查显示，大多伦多地区有55%的居民需要将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住房，60%的人担心支付房租或贷款而无法购买食品、衣物或接受教育等必需品。由于加拿大的严峻住房市场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搬回父母家，降低生活成本。统计数据显示，近一半的年轻人20至34岁与至少一位父母同住，这一趋势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。二、2024年，台湾迎来总统大选，新当选总统赖清德于星期6宣誓就职，并在国际记者会上发表讲话。根据 CNN 周六的报道，赖清德以超过520万张选票和超过40%的得票率赢得选举胜利，
创下台湾政治历史上政党第三次连任执政的纪录。尽管台湾地小人少，但由于拥有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芯片企业和其他高科技公司，赖清德的胜选被认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，引起了国际关注。在大选前，北京国台办曾多次批评赖清德是顽固的台独分子，呼吁台湾选民在战争与和平以及繁荣与萧条之间做出选择。然而，选举结果显示，台湾选民并未受到北京的呼吁影响。CNN 指出，尽管赖清德当选后，北京可能不会立即对台湾发动战争，但可能会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。荣鼎集团副董事查理·维斯特表示，可能的行动包括军事演习、冲击台湾海峡商务航运和对依赖北京贸易的台湾实施经济制裁。报道指出，台湾与中国在政治上是对手，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。北京既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也是台湾投资的首选目的地。赖清德的当选可能导致北京采取胁迫性行动，但全面封锁的可能性较小，因为这将对中国自身经济造成巨大损失。维斯特还表示，如果台湾遭到全面封锁，全球经济可能损失高达2万亿美元，尚未计算美中冲突和经济制裁的成本。尽管存在紧张局势，中国过去从未对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实施制裁，因为台湾是中国制造业的关键供应商。凯投宏观在研究报告中指出，即使在贸易纠纷时期，中国也未曾制裁台湾的半导体行业，因为这可能损害中国自身经济。祝各位观众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明天见。